来，是的，老板。这是你的方向。啊，是的，老板。报告老板，这两天我都没有进你的房间啊，应该是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掉的。所以，这个方向真的是你的。是的，老板。你去了完全会吧。不是的，老板，我们去。 你知道我在哪里捡到这个发夹的吗？你果然去了。真的是凑巧，你不是出差吗？既然你出差，我就算放假，既然放假，我就想出去玩嘛。既然想出去玩，我就想出去玩。然后刚好泡到了我去的温泉会馆。你到底想对楚楚做什么？ 你以为我去是为了害楚楚？不是吗？我害他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又不是第一次针对他。我到底什么时候害过他的？你哪只眼睛看我针对害了他？那你到底去干什么？去破坏你跟楚楚两个人感情的转折点，行不行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跟楚楚的感情？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不行？我喜欢你。 既然你出差，我就算放假，既然我放假，我就想出去玩嘛。那既然我想出去玩，我就想泡温泉嘛。然后刚好泡到了我去的温泉会馆。哦，你到底想对楚楚做什么？你以为我去是为了害楚楚？不是吗？我害他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又不是第一次针对他。我，你敢说你没有？对，我是针对他。但我到底什么时候害过他的？你哪只眼睛看我针对害了他？ 那你到底去干什么？去破坏你跟楚楚两个人感情的转折点，行不行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跟楚楚的感情？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不行？我喜欢你。天哪，我刚刚是突然告白了吗？为什么？你说。 天哪！